难道教室一定要在学校里吗？你所不知道的学校就在台江国家公园。你有听过潮间带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潮间带吗？今天跟着我们的脚步去发现潮间带的秘密吧。你是要猜出你背后的那个卡片的角色卡？我会飞吗？对。海跟沙子混在一起，还有人有其他的海水退潮的哪一个区块？我们一起去探索潮间带的惊奇吧，观察生物如何适应潮间带。这个一条一条的是什么？螃蟹在走路呢，羊头螃蟹在走路，还有没有不一样？他把那个你养的东西哦，把它过滤掉，出来以后就是跟着那个沙，它过滤以后，它的你养的东西就知道它是什么，它就在水海浪上飘飘。潮间带的生物也面临许多挑战呢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潮间带吧。观察就是潮间带的生物，在那个石头上的那个藤壶，不要太接近它们，也不要用它们的潮。透过游戏观察及近滩，台江好潮课程带领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认识潮间带。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台江哦。